와우!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订的酒店，首先是卧室。卧室的这边是卫生间，还蛮大的一个，然后这个是浴缸，这边是一个镜子，厨房，然后这有一个小餐桌，这边是看电视还有打电动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阳台，阳台的这边是我们卧室连着的一个私人的游泳池，然后是这样子。Hello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海滩，然后我今天要整一下艾米。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艾米最怕的东西第一个是青蛙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水，因为不会游泳。现在我要带他去开摩托艇。当当当当，你们猜我去干嘛？我要去恶搞 Cello， 因为他上次把我画得太丑了，我要去报复他。OK， 让他继续摔吧，挑战成功。现在是早上的9:25，然后我们坐游轮去新西兰群岛。我现在坐在这个游轮的最前面，这是面朝大海，然后眼前应该就是西米兰群岛了。